是什么可以让周深如此开心？因为会暗箱操作，让我的这个版本成为最具潜力歌曲。好歌啦！来了来了来了！我辛苦了，感动啊！但是你以后走哪里都不要说你开朗这件事了，你真的搞得我们好难接，你知道吗？看到没有，在美高美的舞台上，那么多话茬子掉在地上，那个碎一地好吗？全凭茬子。开玩笑，好哥是开玩笑的，你应该知道吗？对啊，我知道。他怎么接不好说，知道不了。对。我刚说的这句话你可以忘了。如果时间忘了我，哎，我其实可以再说一遍。不用了不用了，这样吧，三二一走。来走，前面有个男的好像说的好慢的吧。后来的你关于我一直字不提，仿佛和你从未有热烈的经历，收敛的将这一切规避。此刻的你还是否会想起曾经那些过往，还是否苟活在你回忆、yeah、曾触手可及的你在哪里、yeah、周深又有新动向了。5日天猫精灵官博神秘预告，9月12日晚，周深将空降天猫精灵直播间与粉丝们近距离互动。这场直播，天猫精灵下足了功夫，为周深准备了929生日全球限量惊喜，还有周深亲签的闺蜜机、演唱会门票、专属周边等海量福利等你来拿。大家记得9月12日20点直播间蹲守深深哦。8月中旬至9月底，周深行程满满，舞台接连不断，再次印证了歌坛老母的身份。9月的周深依然是个小陀螺。7日沈阳演唱会，9日又将马不停蹄赶往长沙录制芒果中秋晚会，11日再转战郑州录制河南中秋晚会，12日他又要赶到杭州，只为在天猫精灵直播间与你相见。还有21至22日的北京鸟巢演唱会，简直是忙到飞起。而且据悉，奔跑吧特别季也将在9月开录，中间还穿插着音综音乐原计划的录制。这么紧凑的行程，意味着生米会吃得很饱，甚至来不及消化。每周四你都能提前感受到音乐原计划的魅力，每周末整篇上线让你大饱耳福。3台中秋晚会、2场演唱会，还有新歌采访不断掉落。今年周深又将同时参加3台中秋晚会，中秋之夜估计大家的观看设备又要忙碌起来了。不过上面的行程和安排均是已公开的，还有没有公开的和传闻的，仅仅这些安排就已够多了，其他的就留给更多的惊喜吧。每次开完演唱会啊，就结束上一场，心中会有4个字突然蹦出来，就是何德何能，何德何能能够走进你们的生命当中陪伴你们，像是你们才是我的那个带我去看世界的那个亲戚，我在你们身上感受到了那一份来自亲情的温暖，所以你们的力量比你们想象中的都要大，千万不要忘记这个事情好吗？最后提一下，周深的新专辑《反身代词》将会在9月底全专上线，这是一张质量上乘之作，堪称神专，手手精良，打动人心，而且实体版也准备要来了，这可是让无数粉丝期待已久的消息啊。东方风云榜官博在5日曝光了周深在东方风云榜音乐盛典的幕后采访视频，时长仅10分钟，内容超级劲爆。首先，周深透露了新专辑里的一首超级感人歌曲，歌词直击心灵，让人扎心。而且这首歌的词曲录好后，周深觉得不够，自己竟然重新编曲，这用心程度简直了。然后又说到那首让大家录到崩溃的《蜃楼》，简直就是噩梦，歌曲从晚上7-8点一直录到早上5-6点，虽然过程很顺利，但歌曲音轨多，和声复杂，相互穿插，简直让人头疼。不过周深和工作人员都坚持下来了，真是太辛苦了。当然最激动人心的还是周深透露了会出实体专辑的好消息，他表示现在愿意用心听专辑的人很难得，这是和粉丝们的一个信物。而且他还透露了最后几首歌风格大变，绝对让你耳目一新。当被问到心中完美的演唱会是什么样的，周深毫不犹豫地说，每一次和生米见面都是完美的。
因为每次见面天气天空都不一样，是粉丝们带着他去看世界，这样的周深怎能不让人感动呢？ Hello， 新浪娱乐舆情实验室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周深。这一切就是手段都是沙溢老师亲手教的。沙哥对不起，就是怎么说，我也没有想到，就想的是哎，可能之前就是跟沙哥啊，包括就跟我们所有的兄弟团们一起玩的时候，然后就玩了一些，就想着怎么去把这个游戏玩好，或者是怎么去玩啊，就刚好就哎那一下就想到里面去了。有比如就是在专辑里面，我是没有想到自己会去作词这件事情，包括作曲，像少管我都有参与作词作曲，就是怎么说呢，你就觉得很有趣，因为我一直都很敬佩所有的创作者们，要创作它本来就是个非常难的事情嘛，也许对我就是一个更难的事情，因为我不擅长，所以我觉得很难，但是我后面发现能够用除了唱歌之外另外一个方式去走进大家的心里，或者是去走到大家的故事里面去，是一个更奇妙的事情，所以我现在就是意料之外自己居然会参与创作部分，但是也收获到了很多意料之外的惊喜，就看到了像缝合空壳很多很多里面的故事，看到大家愿意去跟我分享，我觉得都很幸福。对，嗯，那就是那为什么会就是想要写这么一首歌，所以我就说我们不是刻意为了去写或者是怎么样布置一个任务要说必须要做怎么怎么样，并不是的。像空壳这个我印象很深，是当我听到 demo 就有一天就听啊听啊听啊听，因为我们的歌几乎每一首歌中间也是试了很多很多词作老师，就是又为了要去找一个更同频的词作老师，并不是其他老师写的不好，然后就有一天就看了几个歌词都觉得好像怪怪的，就感觉跟这个曲子给我的第一印象不一样，然后就有一天我就在家里躺着就不停地放那个 demo， 就放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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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就突然就有一天就莫名其妙就唱的是他们都说我只是个空壳不懂问残酷或温柔的面孔，就那天我觉得啊，这是什么东西，就感觉突然它飘进了一句歌词，我就立马就拿手机打开，就顺着那个感觉去把它写下来。那当然第一版不是现在这一版，就写了很长，那一下我就去抛弃了它的词格，就不一定要规定我写多少个字，我就突然就把我脑海中想的那个画面或怎么样想说的话全部都塞进去，所以第一版其实是很长那个故事，然后后面再去整理一下把它放到歌词里去发给雷哥，然后雷哥说这是你写的，对，我写的呀，因为我给雷哥看的时候我是很害怕的，就包括发空壳的时候都是非常害怕的一个事情，因为我觉得把自己剖开拆开去给别人看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创作者们非常的伟大，因为好的创作者们都是愿意把自己全部剖开，把自己的根每一根骨头每一根筋去给大家去看的，我真的有这种亲身体验了，所以觉得很棒。那你把自己剖开后你有说到也受到很多共情，因为当然我知道我的作词肯定不会非常非常好，就你要是单纯用客观的好那是不可能的，但是我有个朋友他就很非常说服我，因为我把我的歌词发给他，他就说你这个一定要发，我说为什么，因为我知道他写的也不好，他说但是他里面的青涩和里面的那个稚嫩或者是没有任何人能够联想到的空壳，这个就已经代表的就是周深你自己，所以他再怎么样他都是代表的是周深你自己，所以这张专辑里面就更应该放进去，这张专辑就是你自己，我一定不完美，我也一定不是各方面都是啊、哦、特别棒或怎么怎么样，但是那个都是我自己，所以我选择把他那么没自信的自己的作品放到了专辑。这样剖开可能会就是害怕吗？会啊，我会觉得会被大家说矫情审判什么的我无所谓，因为我是嘛，就那就是我的真情实感的表达，但我就觉得别人会觉得矫情啊，会觉得看不懂不知道你在干什么之类的这样的话，但后面发现自己收到更多的是同频，就觉得很幸福，所以也许这就是专辑的意义，专辑就是不停的在找知音，我觉得很幸福。